今天村里自助，现在我们过来看一下啊，这个现在就是在这里分猪肉啊。今天呢就是烫了四五头猪啊，现在他们就是在砍这个猪肉分啊，这是已经装好袋子的猪肉，我们过来看一下。哇，你看这里一头两头啊，那边已经砍得差不多了，就还有两头猪还没砍啊。这里呢是称的啊，你看了看一下，这里是称这个分数的，好像是两斤一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农村阿亮，今天我们村里自主啊，就是在我们村食堂这里，今天呢就是烫了四五头猪啊，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啊。我们村这个食堂呢是我们皇室的十四祖宗祠来的，现在我们就。大家看一下啊，现场呢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，有小车、摩托车、三轮车都是有的啊，这些都是我们村上的兄弟啊，自主就是在村里面的兄弟回来的。今天自主的难得啊，大家兄弟之间回来啊欢聚一下啊。这边呢就是分猪肉的啊，他们在那边砍这个猪肉来分。今天呢就是宰了四五头这个猪啊，这边呢就是池塘啊，我们皇室十四祖的池塘啊，现在好像开始祭祀了，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。这是我们皇室十四祖的池塘，大家看一下建设的还是挺漂亮的啊。现在就是开始分这个猪肉了，就是他们收款的那些人呢，每个人拿个袋子来装啊，就是他们收款的份数，还有捐款的那些份数，就是点好数拿回去，再分到每家每户的手上。这边就是砍猪肉，差不多砍完了啊。现在这个祭祀已经完成了，大家看一下，猪肉我都已经领好了啊。今天呢就是在我们村里这个祠堂，就是我们皇室十四祖的祠堂进行这个祭祀啊。今天呢就是烫了五头这个猪分呢，就是村上的兄弟呢在家的都回到祠堂这里进行这个拜祀啊，还是挺热闹的啊。好了，现在有点这个下雨了，我们猪肉也领了，就准备回家了。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